哇，怎么样，睡得好吗？刚开始的时候睡得有一点点不安稳，后面就睡得可香了。哎呀，好丰盛啊，吃吧，正好昨天没吃饱，饿死了。有没搞错吗？这么多都没我的份啊！ 你得先答应我三件事。这么多？那算了。哦，不就三件事吗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第一件事，我以后的所有事情都会与你坦诚。我希望你也一样，对我不要有所隐瞒，要相信我。嗯，我保证。第二件事。 我们什么时候去民政局领证啊？啊，刚回国内的时候找不到你，为了逼你出现，我就去法院提起了离婚。可你躲得太好了，你就没有出现，法院就判了离婚。你该不会以为我说的复合？ 住在一起，照顾悠悠吧。嗯。鉴于你以前的信用，我需要法律的保障，不然的话……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，没问题。那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呢？第三件事，我爱你，陆芳宁。 是你啊？我……哎，如果你是来纠缠六年前的那个问题，鉴于我说了很多次，你都持怀疑态度，那我就提出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我们再试一试，案件重演一下。如果你是来重复上次那个无聊的问题，那你现在就可以起身向前十步，开门关门走人。 哎，保持安全距离。都不是，我不是来问你问题的。
我是来问你，小说写的怎么样？啊，写的十分顺利。你三天都没更新了，所以你亲自来催更吗？这倒。利用我吧。啊？你不是说利用我可以激发你的激情吗？所以我亲自送上门来，你尽情的利用我吧，利用我激发你的激情，达到你的创作巅峰，怎么样？利用你啊？嗯。好啊，那我们说好了，只讲剧情，别的一律不讲。OK。那我就先给你讲讲小说的剧情，你来感受一下。故事呢是这样的。哦，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不就是冰雪霸道总裁的神秘儿子遇见女主角，抱着一直不放吗？不这么激情四溢的剧情，你一句话就给我讲完了。然后嘞？其实啊，这个孩子就是男女主角的孩子。那女主角不认识男主角啊，孩子哪来的呀？是不是很想知道？是不是猜不到？那我就给你透露一点点。前情呢是这样的，这个总裁有一个很深爱的女人，得了白血病。这个女人呢有一个失散多年的亲妹妹，哦，这个妹妹就是女主角。总之呢，总裁费尽了千辛万苦找到了这个女主角，欺骗她的感情，让她生下了一个孩子。他用这个孩子的脐带血去救他深爱的女人，谁知道女主角在生下孩子的当天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受到了重大打击。所以他失忆了，因为极度的痛苦，他抹去了脑海里对于总裁的所有回忆。渣不渣？代入你写的。哎呀，我刚写到他们俩重逢，面对失忆的女主角，总裁接下来应该干什么呢？隐瞒真相？还是刻意接近呢？一味的进攻不行，一味的防守也不行，不如顺势而为。别动！你上次小说更新是不是停留在这个动作？嗯，对。那我们要不要演示一下，后续会发生什么？嗯。快递。啊！放门口吧。你我有灵感了？嗯，有了有了。你快走吧。你别利用完我就把我往外赶了，我还有别的想法。来啊！不不不，我要创作，其他的下次吧。下次下次。下次啊？真的？真的真的，我说的。别忘了啊。嗯。唐平来了，等一下呢，你是坐在他的后座，他呢骑车带着你。咱们的调度是这样，从这儿然后到这儿，然后这样。不是公交车吗？公交车要啥公交车呀？太麻烦了，自行车就行了。我的爱情也只配这个待遇。
你今天状态不行啊，待会儿让你演的可是个陷入爱情的女人，你这怎么演啊？陷入爱情？这样，你笑一个给我看。怎么哭了？潘平，我让你演的是爱情的感觉，你演的是什么？好不容易等来这么一场能发挥的戏。冷风起雨。唐平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经纪人大哥，你赶快去说一说，唐平现在是在体会恋爱的各种滋味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才能体会到爱情的甜蜜。这是什么表演方法呀？你管他什么表演方法呢？你先帮我跟导演说吧，帮我争取半个小时。感觉全乱了呀！你谁呀？是吧？啊，急救120。什么鬼？导演。大家再稍等一下，好吧？人肯定是马上到了的，帮帮忙！导演，导演，你找的什么演员？怎么给他讲的戏？还能不能拍了？能拍，能拍，能拍！马上到，马上到！快点！走走走走走！好，大家先休息一下啊，先坐一下啊。拍不拍了？你说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再等一下。能不能给我们个具体时间？快了，快了。你这样一哭的话，我心情都不好了呢。哎呦！小红，等一下。那不是120吗？要不你去看看导演那边，我们这边很快就结束。哦，那好，那我们家平平就交给你们两个了。啊，那好，加油。导演，你们两个，送给你，送给你，什么意思？追你呗，追求你啊！不是说不喜欢我吗？啊，我俩回去又深思熟虑了一下，就觉得你这个女孩确实挺好的，又漂亮，对吧？就特别漂亮。然后，单纯。现在这个社会上，这样的女孩太少了，对吧，沈卓？哦，对，漂亮，单纯。嗯，可爱，可爱。可以啦。我不是说我接受你们那个可以啦，我是说。哎呦，我还要工作。对，工作好，工作好，能好好工作吗？能啊。啊。那我先去工作了，回来我们再聊。啊。嗯。爱情的感觉。一定不会再跟进了，受不了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对不起啊，辣粑粑。